之后的话呢，哈，好，重新开机之后的话，这个中毒病毒就会被怎么呢？被执行在你电脑里面，那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？哈，我们先让它重新开机一下好了，好，重新开机。好，那这时候的话，我们重新启动了哈。重新启动之后的话，其实你会发现电脑会变得跑得比较慢。一般的话，开机就一下就开启完成了。啊，这会出现这个按确定就好了哈。以后不要出现这个讯息。那它已经被执行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开始执行 msconfig， 这边有没有？这个跟这个就被执行。那在你的电脑里面的话呢，就会出现什么状况呢？其实啊，你可以。按右这个地方按右键，这边有个工作管理，或者按 Ctrl+Alt 加 Delete 有没有哈？那也会出现这个叫工作管理员，在这个地方哈，你会看到病毒呢，一般会在这边会显示出来，可是这个病毒非常的厉害，在这里哦，几乎看不到它被执行，所以呢，你即使想要把它结束掉，也是没有办法的。哦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个地方它还有一个症状，就是你打开什么呢？以前呢，我们想要知道说齁。